2020年11月，国内机场旅客量排行榜。第十名西安咸阳国际机场。第九名杭州萧山国际机场。第八名上海虹桥国际机场。第七名北京大兴国际机场。第六名昆明长水国际机场。第五名重庆江北国际机场。第四名深圳宝安国际机场。第三名北京首都国际机场。第二名成都双流国际机场。第一名广州白云国际机场。